儿可把我给累坏了。大年三十踏踏实实吃顿饺子。马大姐，哎，马大姐，郭大宝来了。哎呀，哎呦，马大姐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和面？您快别和了！呸呸呸，你才别和了呢！我不是大过年的，不知道说点吉利话，真是还吉利呢，我都快急死了。哎呀，有什么可着急的呀？不就跟你那前媳妇要复婚吗？是啊，恭喜恭喜！您听我说，马大姐，听我说，这夫妻呀、啊、就像打麻将，还是原配搭子好。是啊，何况你们俩还一骰子呢，还一孩子呢。啊，对孩子来说呀，这亲爹再不是东西，也比没有强。那倒是。马大姐，不是谁不是东西呀、啊？马大姐呀、啊，哎，我这婚都快复不成了。怎么了？我这前些日子不是新交了个女朋友吗？这刚认识没几天，突然我那前妻她又同意跟我复婚了。您说这不是急死人吗？这，哎呦呦呦呦，那你赶紧把事儿跟女朋友说清楚。我是想跟她说清楚啊，所以我才把她约到您家来了。哦，约我们家干嘛呀？不是，您跟她说清楚啊。我跟。你自个儿干嘛不说呀？我可干不了这缺德事儿。这，那你咋就来了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马大姐，我可一直把您当亲姐姐呀、啊，马大姐，你一定要劝她把我甩了。啊、我先到里屋待一会儿、啊。你记住，甩了，甩了。哎，甩了，甩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马大姐。没使劲啊！您是？我是郭大宝的女朋友，她有事出去了，让我呀在这等她。哦，坐吧坐吧。哎呦，姑娘贵姓啊？你就叫我小芳吧。哦，小芳姑娘，哎呀，你看你来就来吧，还带什么？哦，没带什么哈。哦，来，喝果汁。哎，好，谢谢。甩了。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甩，该不该说？哦，有什么话您就说吧。哦，豁出去了。父母挺好的，挺好的。爱人也挺好的。我单身。哦，爱人也是单身吧？您说呢？净说废话，说正事儿，说正事儿。什么动静啊？您家这是？这是郭大宝，郭大宝送了我一只鸟，是鹦鹉啊，正学说话呢。我说什么，他说什么，可讨厌，讨厌，讨厌。嘿，这鸟可真够聪明的，我看看。哎，不不不，没什么可看的，再说也不是什么好鸟。马大姐，马大姐，你这鸟还学会叫人了，我瞅瞅就来啊，瞅瞅就来。马大姐，马大姐，说人话。马大姐，没让您在那闲扯，让您赶紧劝他把我甩了。我都是把人往好了劝，这甩了怎么劝呢？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呀、啊？你就说我坏话，说坏话。对呀、啊，你把我说的越坏越好，你快去吧。哎，我这。来了啊！哎哎哎哎哎！呦，小芳姑娘，长痛不如短痛啊！你跟郭大宝要结婚，私房钱攒够了吗？攒私房钱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你想花他的钱，门儿也没有、啊！你知道他抠门抠的什么份儿上吗？他为了省点水钱，每天早上揣着牙刷上单位刷牙去。啊！他也太抠了吧！还有呢，他寄信从来不贴邮票，那能寄到吗？能，他把那收信人呐跟寄信人的地址他倒过来写，邮局一看邮资不足，退回去，哎，正好退给那收信人了。啊，郭大宝他这点聪明啊，全用在这上头了。聪明，聪明，大宝打小都聪明，五岁会哭了，七岁会爬了，十二岁就上小学一年级了。上到四年级，学校说什么不让念，啊、哦？为什么？他都二十了。哎呦！听我跟你说啊。喂。什么？又不同意复婚了？不是，他昨天咱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女儿不同意啊，他凭什么不同意啊？我昨天，喂喂喂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这不说变卦就变卦，你这不让我鸡飞蛋打吗？这不成。
哎呀，马大姐，闹了半天他是这样的人呐！那可不，那我听您的，长痛不如短痛。哎，这就对了啊！马大姐，您家鹦鹉他又说人话了。哎呀，他光会说人话，不会办人事儿。办人事儿。嘿，还学会顶嘴了，你瞧我怎么收拾你！等会儿啊！嘿，这什么鸟啊？你瞎叫唤什么呀？我已经跟你说散了。马大姐，您嘴怎么那么快呀？啊，马大姐，这不能散。不是，为什么呀？不是，刚才我前妻来电话了，说女儿不同意我们复婚。你说这要什么事儿啊？这，你还得把小芳跟我说回来啊。是不是？哦，你想和就和，想散就散，不管你这破事儿。您不管哪成啊？哦，这大过年的，你把我女朋友给我说吹了。您说您缺德不缺德？这不算谁缺德，就大过年的。好，不着急，大宝不急啊。过了年呢，大姐再给你介绍一个。我不要，那屋里边不就有一现成的吗？你跟我说回来就完了。哎呀，马大姐，哎，来，咱们把话先说下啊。我帮你把他给说回来，你好好带人家，你不许变来变去的。您别啰嗦了，您快去吧。鹦鹉又给您扔出来了。行了，那我走了。哦，这就走了。别走。哎呀，小芳姑娘，这短痛不如长痛啊！哦，要说你跟郭大宝那真是豺狼配虎豹啊！什么？郎才配女貌啊！哎呀，像他这么大方的男人，现在可不好找喽。等会儿，他揣着牙刷到单位去刷牙，他怎么还大方啊？这不。他上单位刷牙，他有原因呢，是吧？他这原因就是，他把牙落单位了啊！假牙，头天晚上把牙落单位了，第二天上单位去刷牙，刷，哦，洗刷刷，哦，洗刷刷。哎，行，哎呀，您别哦了。哎，那他寄信不贴邮票是怎么回事？他不贴，他有原因呢，是吧？这个原因就是。你猜猜，我还是我猜吧。他是电子邮件呐，他就不用贴邮票了。那是不用贴邮票。哎，可是他这学历，学历可不低啊，大学本科。哎，不对，刚才您说的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学校就不让他上了。可说呢，他学校就不让上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他这不让上，他有原因呢，是不是？他这原因就是，你再猜猜。还是我编吧，他这个，他太聪明了，哎呦，聪明的哟，老师会的他全会了，老师不会的他也全会了，老师教不了他了，只好直接保送他上大学去了，我可算饶了。我的妈呀！啊，是这样，哦，那说明他还是个天才。是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你说，喂，什么？又同意复婚了？啊，女儿考验我呢，她是为什么这样考验的吗？这，啊，对，考验的好，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，马大姐，哎，那我听您的，短痛不如长痛，哎呀，这就对了，婚礼的时候大姐帮你们张了，好，坏了，这儿还一档子呢，马大姐。你看，把鹦鹉给高兴的，我告诉他一声，我瞧瞧他去，这就来。哎呦，可真不容易，我已经把他给你说回来了。太好了，那就麻烦您再把他说回去。马大姐，刚才啊，我前妻来电话了。说刚才那是女儿考验我了，马大姐，我们可得经得起考验啊！您见过两口子复婚考验街坊的吗？不是，马大姐，您好人做到底，素佛送到心，您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人面看狗面，我们一家大姐，这就是您家的鹦鹉吗？啊，对。我是鹦鹉，你们先聊着，我回笼子去了。
进去。我回来。马大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问您呢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我。小芳姑娘，听大姐跟你说啊，这回是长痛还是短痛？长短那各有各的疼法，那个还是那句老话，夫妻啊就像打麻将，还是原配搭子好。他有一个原配搭子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啊。他们俩还一骰子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啊。这不就结了吗？他心里都想那搭子，脑子里惦那骰子，这牌你还糊得了吗？马大姐，您的意思我明白，我得听他一句。郭大宝，你是不是心里头老放不下你的前妻跟你的女儿啊？是啊，是。行，郭大宝，没想到你还是个有情有义有责任心的好男人。我祝你们快乐幸福。谢谢。哎，没使劲呢。那小芳姑娘，那你，您放心，就我这朵鲜花，还愁找不着牛粪？小芳姑娘，你的事儿包大姐身上，我一定给你介绍个更好的。对了，哎，我有一外甥叫朱军，人长特白。哎呦，马大姐，您看您什么时候见面？这一会儿就来，一会儿就来啊！不走了，不走了啊！大宝，把那娘俩也接来，一块儿在大姐家吃饺子。哎，谢谢马大姐。哎，大姐呀，啊，哎，您家牙膏搁哪儿啊？妈呀，我先把牙刷了。嘿，抠门抠你家来了。哎，不是，这过节单位放假嘛，您家牙膏在哪儿放着？您别抠门。